欢迎收看《东桥开箱去》。我们在便利商店买了五种看起来味道很奇怪的洋芋片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吧。那我们首先来试吃用筷子吃的极浓烧肉味洋芋片啦、啊！这是用筷子吃的哦。Yes！ 啊！极浓，多浓？多浓？多浓啊！仔细品尝一下，烧肉酱味道非常特别的浓厚。这是牛排，牛排洋芋片 的口味。对，但如果你觉得这吃了这可以取代去松屋吃牛丼便当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就错了。应该没有人这样想。对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吃这个卡路比出的 cheese 三重 cheese 的洋芋片。哦，一打开你先闻，超浓郁的 cheese 味。cheese 味真的很浓郁，如果你喜欢吃 cheese， 应该会喜欢。吃下去的时候没有刚刚闻到那种 cheese 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不错、啊。一般来说大家都吃辣的卡拉姆酒嘛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吃不同的。八木酒，酸的木酒哦，酸的，蛮酸的。哦，酸的好吃哎，其实还蛮清爽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让那个洋芋片更加有一种新鲜的体验。八木酒赞，真是 seven 两万店限定，它的辣度是七倍，一般卡拉木酒的七倍，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挑战啦！辣辣辣辣辣辣！辣辣辣看、真的有辣哎、真的有哦，有辣有辣辣，我才吃一遍了，超辣的。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人，你应该会觉得这个刚刚好，再推荐给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应该是好吃哦。接下来要吃的这一包是魅惑的 Garlic Monster， 也就是大蒜的怪兽。啊！啊！靠！我没有做效果，里面的还有六十几颗蒜头，虽然你们闻不到，可是还是给你们闻一下。啊！啊臭！真的蒜，我干了，谁受得了？哦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蒜头的，你可能觉得超好，就像臭豆腐一样。可是这个，我是觉得有点太强，真的有点太强烈了，真的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五款便利商店的洋芋片。如果有来日本的话，可以来买买看这些洋芋片哦。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